我是小杜啊，我们现在呢已经从北京来到了新疆，今天就在伊宁市区。我们今天中午先准备去那个伊犁的天山花海看那个薰衣草，然后下午就去那个昭苏。然后我刚刚起床，先把这个手头上的网店工作给做了，把那些订单给分配一下，让仓库他们发货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嘛，就是我们这个有没有笋能卖到什么时间，大概还能卖半个月左右，就基本上就没库存了。今年的油焖笋我觉得是比往年来的更嫩一点的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吃我们家油焖笋的话，可以就趁今天我在视频里面我有发那个优惠券的，点进去你可以领取优惠券，就是该囤货囤货嘛，就是是吧，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的话，反正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我现在把订单都给分配好，叮嘱他们一下。无人机充满了吗？还差一点点。哦，满了满了，已经满了。今天中午我们去拍那个杭白花海，下午去拍那个天马玉河。我这次买的鸡蛋不好，你看打了几个，三个散了，不是我把它打散的，一打出来它就很容易散，我感觉这个鸡蛋不新鲜。中午就比较简单啊，煎了四个鸡蛋，然后再倒一点油焖笋。油焖笋我今天只能吃半瓶啊，剩下半瓶要留着的。寄到新疆的还没到，吃掉得了。因为我们稀饭不多呀，我的意思是主要是。这个油焖笋是我自己定制的，就是我老家奉化的那个油焖笋，然后我在视频里面有设置优惠券，三瓶的能领一张5元的，六瓶的能领一张10元的。好，什么吃？果然够下饭。嘿，泡饭绝了。像这种开封过的油焖笋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，因为它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，即便放到冰箱里啊，就是最好就是两三天之内把它吃完了，就跟自己家里菜一样嘛，就是你没有加那些东西的话，就是它保存不了多久。对，冰箱它也不是万能。对，如果你是常是没有开封的，常温能放1年半，这个可以放心。你干嘛？哎，你看一下那个单号，今天有没有？没有的，他端午节签证那里没消息，放假的。昨天是端午节，今天不过了吗？放假，端午放假。哦，这个户外用品店东西还是蛮全的，基本上露营要用的一些基础用品都有。你看，光卡式炉就有好几种。哦，3、4、5，买了6罐气罐。哎，这里面可是巨全，前辈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基本上你露营要用的东西都有。光卡式炉我看了一下，有7、8种卡式炉，不同尺寸、不同大小、不同样式。那我们没有什么要买的。对，其实可以买个碳烤架的、烧烤架的，就小一点的。哎，其实现在正好，因为以前这些东西在新疆啊、西藏这些是不允许卖的，但现在都可以买，省得去网上购买。如果你从网上买好了，邮寄过来啊，基本上要4、5天时间。然后价格的话，因为那个地区偏远嘛，它那个邮费都要自己去补。其实算下来还是在这里买便宜，我这买的10块钱一罐。不管在新疆也好，西藏也好，就是你到了一个城市，你先搜什么什么什么户外用品店，一般都会有那个卡式炉或者这种气罐卖了。如果你实在不确定的话，事先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哇，这里好多房车，你看，还有一辆我们的，这个算车友了吧？卫航的。对，应该是拉花都一样，咱们。它牌子就是卫航。嗯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从景区出来了。就在景区停车场准备过夜了，桌子椅子都拿出来了，因为这边还是比较空的。你看那边有3辆房车，然后这边的话几乎都没什么车。前辈你在煮饭是吧？够不够？不够，再倒。等一下超了。不会超的。上回在超市买的虾尾，哇靠，78块钱啊前辈。这点98块钱一公斤啊，你自己想想。你这个新疆人打了你这个脖子是人家印度人的那种，你懂吗？sorry 我们刚刚在这边直播了一会儿，然后现在准备刚刚下播，把这个遮阳门打开了，把那个幕布给挂起来，我们看电影。我们还有点小龙虾可以吃。对，一边看电影一边吃。刚刚直播的时候，因为正好其实还剩了半瓶啤酒了，前辈。刚刚直播的时候不能喝嘛，现在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吃小龙虾，一边把它给喝了。夺命大乌苏。我们刚刚直播
小龙虾，吃了个油焖笋。嗯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房车里的苍蝇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、十一只、十二、十三。后面，你看，十四、十五。你们想外面有这么冷，穿卫衣啊？不冷，小妹，风吹了个特别冷，现在一下子冷下来了。你也没必要把冬天的加厚的卫衣给穿起来吧？我只有这一件。你慢慢看电影吧。看到没？哦，看到没？刚才有一个比这个还亮。嗯、它没有雷声，就是闪。对。哇！李明显，刚刚那个怎么样？没有，算小的，不算大，反正这个。我再等一个。他这么频繁啊？对呀、啊。哇！看到没？不知道啥时候下雨，我感觉这里没有下雨迹象。突然间你就下到了，对，就几秒钟时间下到了啊。还没来得及。东西都还没收完，他就雨下到了。来过来，那里有推进来的，推进来的。我先拿到车里去。嗯。哇！有泥土味。A few minutes later。错。现在收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我跟你一起收吧。啊？跟你一起。我靠！完了，我整个就不得事了，失禁了都。我关门了，我得用我的臭料把他拉着。现在我一放开，他会整个飘起来的，就是会。我跟你一起说好吗？我好冷啊，冻死我了。我跟你一起说，你要不收一下？收一下。我来。这个雨倾盆大雨啊，这个你看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来跟你一起。嗯你自己看这些不好弄、啊。你拿着也不是个事儿、啊。哎呀哎，哎呀妈，哎呀，哎呀，坏掉了，李明星，咋办？咋办？可贵了。得收啊！我来，我出来吧，跟你一起吧，压住。不要不要，你现在不好压，我一个人压得住，压得住。我等他不去，我再把他拖起来。不要让他越吹越大，李明星。妈，真倒霉，太慢了。新疆这个天气，说风就是风，说雨就是雨。他已经在预告我们这么久了，我们没有注意。感觉可以说一下了，赶紧关门啊！牺牲了我们，遮阳棚。遮阳棚坏了呀！我们太磨叽了，应该早就知道把它收起来了。还在拍打打嘞，你别说，我哥哥帮你一起帮忙，我也全死掉了。你这个，把衣服脱了，你看，把衣服脱了，桌子只能这样放在那里，桌子，这个是木质的，就放地上，放地上，扔地上。扔地上，扔地上。等一下，吹风就吹一下。这个窗没有关，全都水打进来了。你说，那快快，纸巾擦一下，赶紧。哎妈，我服了。纸巾。别纸巾了，毛巾擦一下得。停了吗？停了。这么快就停了？
那停了也太彻底了吧，他一点稀稀拉拉都没有。看电影失败，损失一个，损失一个这样吧。哎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苍蝇今天突然之间来我们的房车啊？然后他们预感到要下雨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预感到今天特别多，你发现没？我估计他们预感到要大雨了吧，不然他们躲在哪里去呢？关屁事的，他们我们在吃饭，他们都不盯我们，哎，就盯着房车里面。在房车里面已经待了一个小时了，稍微暖和了一点。你呢？暖和了一点吧。我整个人把防晒衣都穿上，然后把无人机啊、相机啊充电给充着了，因为明天我们要去拍那个昭树的天马玉河，估计无人机的话就是会分很多次。我现在把这个锅给洗一下。要小心，我就是说那里有很多很多无人机，很多，对对对，但是我这个技术你放心好了。我就怕你这样子。前面这个洗洁精好像已经没了，去超市买。哎，超市能买到这个牌子吗？有些超市能买到。去找一下，没有了，真没有了。里面灌点水不可以啊？你把它打开，你死脑筋真是。